婆请看任可耻吧，是无明行性，明识六念，求修爱气，又行道术，十字眼看因来下果，七万八教特为善呐。大家人看这几字啦，应该会当联想到啦，是素体十字眼呐。佛陀开悟了后，他第一场的说法，就是向五比丘说素体法。开头一句话啊，是苦啊，苦集灭道，这素体法，大家人听了解啦，三转素体法轮，为我的人爱讲三处，这可见真简单呐、啊。一日苦集，苦从集来，那知影，咱爱好好修行，那爱好好呢，爱清净，灭掉了种种烦恼，烦恼从生命的来源开始。所以佛陀呢，开始就再说十字因缘，所以素体法十字因缘是佛陀讲完了后最初说法思想呢，就是阿呢向着对生命呐、啊。也无方向的人，佛陀就投机说法，甲大家人讲清楚，生命啊，就是不断制造烦恼来人间受苦难呐、啊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。如是果，这十字因缘来自于无明，这份无明妄动啊，那就是缘，缘的性啊，懵懵懂懂的那一点意识啊，就阿呢。行动，过去的行动，现在的行动，累积来呢，迄、那个业因呐，业识，那就已经呢，注定的，多一对的父母，什么款的因缘，多一个所在，那就开始呢。这个事就在这个家庭父母中间啦，开始有啦，那就是明识，明识慢慢的形成了六六的母胎的内底，十个月、九个月，那。生熟啦，六立俱全，就爱甲人间接触咯。等于接触人间，
脱离母体啦，迄个时，好亲像常常讲过，极痛极苦，从胞胎突破啦，面对着安尼的环境、空气，刺痛了全身的神经，所以哭啦，大声哭啦，这是接触到的感受。从安尼开始，这个感受呢，从婴儿啦，一直一直大汉，形成了呢爱，爱，就去刺激，去刺激，就去作业，作业呢就形成了有啦，有什么？有你所做的善恶业，这是体定的道理啦。行善者作福，那就一旦结福缘呐，作福缘呐，有这个福的因缘，那到个这生就要结束。那自然呐，他就是可再回归啦，从这修爱气又一直的业因缘，在咱一世人生啊死啊，迄个到死的迄一刻，又是可再脱胎而去啦，随着呢。迄、那个无明，或者是因缘感应，又再搁再起啦。这就是咱的人生，来来回回啊。所以，在这个来回中啊，受苦的是不由自己哦，好亲像听到阿呢。读给我听的一段新闻啦，在非洲肯亚首都，迄个奈洛比，在奈洛比呢，已经定定伫咧画，画讲哦，环境爱清理，一滴一滴伫咧呼吁。市政呼吁政府有要安呢，也安呢呼吁，但是呢，贫穷偏多啦，垃圾的物件真多，囤积如山，叫做粪扫山。啊，甲这个粪扫呢，都流到河流去。啊，真济河啦、沟啦、河啦，它满了粪扫。政府呢，已经铁定下决心，非整理不可，所以整理啦。伫咧整理河道，拢总塌掉咧啦。伫咧整理的中间，那就是。发现到粪扫堆中啦，有弃婴囡仔啦，安尼一包一包啦，就是被遗弃。伫迄个粪扫堆里啊，老家对河道去，塌掉咧。这咱都会当想象啦。这被生下来的囡仔是无法度好请，无法度好用伊，所以就是安尼生下来，就甲当作粪扫，包包咧就甲丢啦，扔掉啦，这。
这是人生的苦啦。生下来呢，命不俱全，在经典的内底啦，有安尼讲，穷困的、贫困的人，哪怕是出世啦，这个命也无法度全活，保证会当活落去，健康出世。但是呢，命无法度呢健康成长，总是贫穷苦难的地方，短暂的生命就安尼结束了。但你分数对立啦，或者是呢，这种生落来，畸形不畸全，嘛是安尼被遗弃啦。非洲嘛真多残疾的弃婴，也嘛有呢，素质拢真好啊，嘛赶快被遗弃。这就是人生的苦，我看到一包一包呢，是双胞胎，包在粪扫袋里，也是安尼给弃掉去啦，是粪扫。这是哦，人生的苦啊。这种的疾苦呢，在人间疾苦的众生，这就是粪扫的地狱。这人活生生生下来，就已经呢在人间粪扫的地狱中间，到底是偌久啊啦？已经。无法度去知咯，吼、哦！也那是有个人啦、啊，也阁是有福。虽然生落来啦，在苦难中出世，生活在贫穷中的生活，可是命中也有福，会当当到贵人。看到咱组织人啊，去到东非三个国家，在咱有三个国家，太侪咯，要行都行未到啊！最大声会当行到是南非组织人啊，去到马拉维去，但是呢？组织人少啦，会当行会到的路无通好真大，范围接触呢也有限啦。去看，马上准备啦，这粮食第一次会发放，也阁有第二次。接下来是新巴威，新巴威呢，组织人也是少，单独一个人要带着一群呢，原来是离开因所住的地方，也一段真长的路，哎，搬山越岭。真正修行的委员才有一个，周边呢，诶，志工拢是同款贫困苦难呐，距离真远啊，搬山越岭路长呐、啊，真呢，会当去的急难中去啦，来回呢。实在是交通阻断，也无奈何啦。较有福的，就是莫桑比克这个所在，
样，有一对的夫妻伫遐带领弟兄，因为因伫迄个所在，那甲迄个地方的气功带得真活泼，也真有道气。知影莫山比克也是有安尼的灾难，电话赶紧联络啊！迪诺呢，就赶紧呢搭飞机1200多公里到灾区去啦。伊呢，真紧把伊的信息传转来啦。伊所看到的囡仔，细细汉的查某囡仔啦，伫厝迄个瓦砾堆中啦，去找出伊的书，伊的书包啦，内底一本一本的书摕出来，伫太阳下涂骹的面顶。一本一本书掀开，晒太阳啊，一张一张掀呐。这本册对这个囡仔呢，是这么这宝贵。看到一挂囡仔，伫迄个所在，就是伫咧冰珠、晒日顶顶呐，看到安尼。想到伊个查某囝真好命，小珍珠啊，人人爱啊，人人疼，生活过得好啊。看到这个查某囡仔年龄甲伊个查某囝同款，所以呢，悲从中来，他哭了。在镜头的面顶哭啦，不甘啦。这透过了这个镜头呢，触动了，确实，那个所在，将囡仔一种想要读书，真无奈学校倒去啊啦。我从这个背景看到的呢，厝也倒了，也破了，顶顶呢贫穷惨淡的形态啦，都安尼直直出来。所以呢，咱开始启动啦，帮助。这讲来嘛是因缘啦。一直呢连续三年，我讲过啦，未来非洲是咱的重点。唔知讲过了几回，家己呢嘛想，非洲咱是要安怎去帮助？知影非洲苦，欠因缘啊，咱到底要安怎帮助因啊？这回一代这个气势在那个所在落大雨，已经水淹了。这十几天的内底啦，都是大风雨的内底，可怕吗？真可怕！这种风啊、雨啊、水啊。安尼呢，眼睁睁看到伊的亲人，雨水呢安尼飘过去啊啦，从看到头甲无看到呢，沉落去啊啦。甚至呢，有查某人很年轻的少妇啦，孙月啦，要生啦。爬去咧树仔顶，在树顶生囝，生落来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是妈妈伫树仔顶
生老爸呢是伫水中啦，安尼接落来，所以改好名叫做洪水。可无可啊！干那一个气血过了后呢，水还阁是积掉的，这实在是真长的时间。感恩呢，总共啦合起来有差不多八个国家的志工，因前前后后啦。也入去台湾，咱的同龄呐，年轻人，台湾的志工菩萨，伫遐住进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各地的人呐，安尼呢，陆续支援去啦。这时候，迄个所在的大灾难在。莫桑比克呀，比较比较有福，较多人呢集中伫迄个所在，艰苦伫迄个所在呢，所看到启发了人人的悲心、爱心，开始呼吁啦，这真感动人。除了发放粮食以外呢，其中啊，给因一挂工具，希望讲，予大家人搁在重建家园，不管是机啊啦、刷条啦、铁钉啦，从大项的一直算到细项，拢总的十几项啦，建材器具。安尼总甲包起来，差不多咱3000块的台币。安尼呢来做单位来服用，哈，真侪人开始启动啦。台湾呢集中了无数人啦，真侪人的爱，即有个人发大心嘛。几万，或者是100万，安尼呢来付出，愿意付出，已经55个国家，当然包括被救灾内底也送灾来。咱伫镜头看到啊，新巴威，迄手底啦几十分钱。伊嘛要管啦，因为这个几十分钱啦，伫咱的0.几块啦。伊讲，我这若管好组织，会当救真侪人。同时，伊嘛是咱帮助的人啊。这几分钱、几十分钱买无物件，接受组织。组织人甲因讲，咱是开头从5个人开始，一点加一滴来救人。这因知影啦，受到安尼的教育，因少少的钱嘛愿意写出去，包括安尼也算一个国家。这呢，伫当地。也未少人啦，因这个理念啊，几分钱啦，因嘛捐出来，一方面接受帮助，一方面呢，因嘛会当付出，咱是用因果观念的教育去迄个所在发挥迄份的爱，所以。在那个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也已经呢，把那个志工经济啦，已经带动好了，甚至呢，将那个首都有真成熟的经济，
伊也发愿呢，讲十几个一至十个家庭，要搬来住的车，来带遐个志工，这呢，拢是爱，拢是伫迄个所在有灾难的地区啦。因为这个因缘啊，因会当重新啊，接受到因的生活，翻转呢贫困的人生，安住因的未来。这就是莫桑比克，他有这个因缘，叫做福缘呐。咱未来呢，要安怎长期啦，来为因规划？要安怎为因复建？要安怎样呢？来，甲因起学校，这就是三年来啦。重点在非洲，原来呢就是这一波的重点。所以冥冥中啊，就是有这个因缘牵引，所以十二因缘呐。十二缘牵，这个因来下果，有这个缘哦，安尼个牵来呢？啊，冥冥中就是有这个因呐、啊，甲这个果呢，安尼来个结合着。咱现在希望会当行会到，看会到，咱呢要个帮忙啦，会当做偌多。算偌济，所以伫这个人间，因为人间啊，贫困的人是遮尼苦，富有的人呢，好心嘛真苦，七万八交，这就是咱人生啊，心理的烦恼，也就是呢，伫人间，所以呢。做人未圆满啦，做人呢，定定伫咧人群中啊，制造烦恼。这呢，就是因为有七万八交的魔缠存在。那么这个七万是虾米万呢？好好看，咱家己好好来反省，咱有安尼啊无？第一啊，通常之慢，一般的慢是啥物？叫做一般的慢呢？常常感觉讲哦，我的智慧啊，我修行的功德啊，我呢比伊较多，比伊较悬，这是一般的人啊。第二就是过慢，是超过人的慢哦。那智慧功德甲人共款，对方啊，伊的才华甲咱差不多，不过呢，咱自以为啦，比别人搁较悬，这呢叫做过慢。那么搁一种呢，慢过慢吼，那这个慢过慢呢，就是智慧功德啊。实在是不及人，确实呢，迄、那个慢一个存在呀、啊。那第四呢，就是我慢，这个我放大了我家己啦。这种的我慢，咱拢常常听到，敢那执着的我上的吼。那世间呢，为我，唯有我，无我呢，都是袂用的。啊，这种就唯我独尊呐、啊，这叫做我慢，就是伫自慢中的根本啊。因为呢，拢总是以家己为中心。第五呢，就叫做正常慢呐、啊，
啊，就是讲啊，正阿罗汉烦恼其实也未通断呐，未尽敌啦，如是未得为得，伊家己也未尽敌烦恼，但是呢，伊以为伊已经得啦，啊，未尽为尽啊，这呢叫做尽上慢，那第人呢叫做彼乱慢，彼乱慢呐，就是讲。所以我不如人，家己一直想讲，啊，我就是不如人啊！啊，不过呢，熬是伊咧熬啊，甲我无关系啊，我无需要去救伊啊。这种的人呢，叫做彼乱慢吼，那以为呢，啊，家己永远都是安尼啊，不求上进的人啊，这呢。就是叫做自卑感，自卑感的内底呢，嘛会生出了这种慢、傲慢的心吼。所以啊，这比如慢啊，也是会断家己的道根哦。那第七呢，就是邪慢呐，啊，就是讲的一切是非曲直，不加。心禅哦，有的人啊，修行啊，那一念偏差，可能呢，步步行错啊。那对正法啊，未当坚定伊的信心，不只是无好好去思考呢，法的邪正。无好好去思考啦，反倒等下自执着先入之下见，安尼呢就偏差向邪，对这个真实的法啦，他看不起啊，或者是呢啊，反倒等下诽谤正法，这拢总是邪。慢嘛吼，过去唔是甲大家讲，咱应该呢，咱来正视世间啊，真空妙有妙有真空，咱来相信啊，相信这个妙有中的真空微妙的道理。那这个道理伫倒位呢？佛陀讲啊，因缘果报，伫佛法的内底呢。因缘果报中啊，就是在那个真空妙理的内底，咱那是破无因果啦。我相信因果啦，那安尼呢，就是对落下见哦。那如是修啊，如是得啊，得者得呀，修行用功，爱将内心。好好的自我净化，咱唔通有这种的慢心吼。所以七万八教铁为山呐、啊，下面咱会当去看到，看到讲吼，那这个铁为山呐、啊，这是咱即马开始要讲的一段经文。这就是讲人间有个人的因缘呐，唔知安怎生伫迄个所在，受遮尔真多贫困国灾难。有个呢生伫迄种心不转化，生落来生命无法度转化。有个呢一直苦苦到呢，迄个大自然的灾难来。安尼生命甲带走去啦，有诶呢，毋知要阁苦偌久啦。有诶较有福，就断掉咱。真呢，就是安尼人间无奈诶因缘，看是毋是有福吼。咱先来讲正面啦，经文，其心正果。
那就是修行者，有修行的人呐、啊，佛陀呢会发心呐、啊，这个法啦、啊、来传落来，真侪人会当读书、读经、抄经、写经、如法修持，一直到呢迄、那个心呐、啊。发入心嘛啦，身躯呢也未过去做恶业啦，向法修行啦，所以表示其心净空，大家人修行身心清净，安尼叫做修行啦。所以在迄个所在，伫咧修行的人，伊呢？感受到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生时死时上下好笑，拄则咧甲恁讲生的时，都是拄则讲的遐下苦啊，极苦极苦，由不得自己。那这三千大千世界真大。的地方都是呢所造作的因缘感应，感应的迄个生的时、死的时，这个中间呐、啊，再搁再重复，再作业，这叮叮塔塔啦，所造作的呢，那未来的结果啊，有诶。生在最上顶的社会，真富贵的家庭叫做上，或者是呢，生在迄个真贫困、苦难的家庭、贫贱，或者是呢，身体啦、六根俱全啦，那予人看到都欢喜的体态，有的呢，生落来。就真歹啦，这种的人间呐、啊，所以生在善处，真好的地方是人天呐、啊；生在恶处呢，地狱五鬼畜生，那受真济苦。亲像安尼的世界，安尼的生态，伫遮的修行者了解了这个法。哦，一点即明啦，这呢，好亲像所有的境界一讲啦，都伫咱的内心一清二楚啦，这经常呢，拢现伫咱的心灵，拢了解啦，清楚啦，心如明镜，看到遮多呢，好歹的人生啦。苦甲乐的人生吼，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就像包括了极铁为山，这是今仔日经文啦。极铁为山，大铁为山，弥留山、摩诃弥留山等啊吼，诸山及其中众生。适宜重现遮的众生，安尼的境界啦，即拢包伫三千大千世界的内底，都是有遮的名称，遮的人拢总是包括伫内底吼，所以遮世界的名称啦，铁为山，大铁为山，弥留山。摩诃弥留山、定诸山，这拢是世界名称哦，在佛法中的名称啦。Thank you.
什么叫做铁围山？就是铁围山所围绕的沿海，它有七山八海。那个铁围的内底，就是一个小世界啦。那有铁而成，周围吼拢是铁，围着海。恁后底咧读地藏经啦，这个境界。以及地藏经的地狱的境界就一清二楚了。苏密山就是在中心林，其中众生，在迄个内底的众生，所有拢总呢，那透彻佛法啦，这个境界呢，都伫心中、心、心啦，拢会当透彻了解。咱的心意就是伫咱的心的内底啊，所以叫做众心中自现。吉祥，现遐个铁围山大世界的形象。一山一顶一顶啦，一顶海一顶山吼，所以山海外各有山吼。那安尼有七山八海吼，那第八海啦，就是沿海南瞻部洲，就是咱这个世界，咱即马地球这个世界叫做南瞻部洲，这个世界。这四大佛祖这个所在啦，这苏密山这个所在，它分作四大洲。咱住的这都是叫做南瞻部洲啦。所以这拢总呢，围绕在这个海的内底，山苏密山为主啦，真侪海呢。位置迄个所在，所以处为一小世界，安尼是一个世界啦。所以呢，下至阿鼻地界，上至幽顶，所有及众生色义中现，这呢，拢总是伫这个人间呐、修行中呢所看的。因为修行在法的内底，咱真清楚看得到，所以下面这段经文所安尼讲吼，所讲的下至无比地界啦，上至幽顶。这是无间重贴极苦的地方。开头我所讲的遐苦无苦呢，咱敢那看会到的，都遐尼苦啦，重重贴贴苦，诶，心伫迄个所在吼，那或者是呢，造福啦，造大福缘啦，得生呢，有定极乐。咱的人间，好话足有钱的，钱唔知道要安怎用，
勇敢的烦恼重重啊，有还是辛苦哈。所有及众生啊，适宜中行，所有的呢，其中所有的山河国土啦，苦乐之境及六道所有众生，这些修行者看读经文啦，拢会当了解啦，这些境界，所以。安尼讲，大家人唔知会了解无啦？这解释来，伫人间呐、啊、是无量数，会当去比如呢经文的内底所有一切的苦，伫咱一周围伫现在啦，咱今日到看会到，就可以看到遮多。新闻所伫咧报诶，这拢是真实。各位菩萨，真正爱用慧眼呐来看天下，天下这个苦难人，是毋是甲咱无关系呢？有智慧诶人认为有关系，因为天界地在啦，中间诶人间。人间呢，造福就天下平安；造恶呢，吼、哦，这种的气旋呐、啊，气旋要伫倒有发生，唔知这种极端的气候啦，这吼、哦、人人爱提高警觉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